好，下面我来依次给大家演示，学完本门课程以后，我们将要去完成的相关案例。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去完成的一个运行实时数据管理系统，它是一个控制栏应用程序啊。运行起来之后呢，大家会发现它这个实际上比较 low 啊，因为不涉及到任何窗底和外部页面。那之所以我们去开发这个应用程序，是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大家能够去建立起你的编程思想，并且呢，在过程中去强化你的逻辑思维能力，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通过一个这样的小项目，能够让大家呢去了解整个数据管理系统中所涉及到的功能啊需求。那这个需求的具体实现是怎样的？对需求的把控、处理。应该如何做到更加的严谨？这是我们这次带领大家去完成疫情实时数据管理系统这个小项目所要去实现的一个目标。好，下边的时候呢，我们重新去打开它，来看一下这里边的功能需求。首先，我们在这里边的话呢，去实现了四个这样的功能。第一个就是可以查看当前实时的疫情信息，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新增和更新这个疫情信息。并且呢，也可以通过目标城市来去进行查询，来查看当前城市的疫情信息。啊，最后我们去输入一个退出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好，我们依次来去演示这些功能。首先，我们输入一来去查看，本次当前的这个实时的疫情信息。啊，当然这个数据的话，我们会通过网络爬虫的方式，将从百度或者说腾讯这些大的一个技术平台上去获取到这些实时的数据进行抓取，抓取完以后，我们呢再输入到我们当前的系统中来进行数据的一个管理。啊，好了，我们返回到上一个菜单，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想要去新增一个疫情信息，啊，那在疫情信息新增的过程中，我们来看一下，找一个现在我们的列表中没有的数据，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新增一个，你比如说是北京。当然，我不是希望北京出现这种疫情啊，我只是去举个例子。好了，然后北京，你比如说确诊人数的话呢是10个人，好了，然后的话呢治愈人数呢也是10个人啊，当然死亡的话肯定是零啊，不存在死亡啊，所以这个疫情无论它有多么的恶化啊，发展趋势有多么的恶劣，我们都不在乎它啊，大家一定要积极向上。好了，这个时候分享成功以后，我们回到主站当中再次去查看。实时信息，看一下我们刚才添加的这个数据有没有添加成功。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最后一行的话，我们去追加了一个北京的实时的疫情信息啊，这是一个实际的业务。然后呢，我们再返回去。当然，如果你想更新的话，我们也可以去实现这个更新啊。你比如说，我们还是想去把这个北京的这个信息去进行更改，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去输入一个北京。好了，比如说我们想要去更改。啊，它的这个确诊人数，你比如说啊，过了2天以后，这个确诊人数的话又增加了一例，啊，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去给它去什么，去写上一个，你比如说啊31，啊，当然这个的话确诊人数的话，我并没有去实现这个累计啊，我们只是去更改它里边的数据。如果大家呢在做到这个时间点上的时候，需要去进行这个确诊人数或者说。治愈人数以及死亡人数的这个累计的话，那到时候我们可以去通过运算服务来直接进行累计啊。好了，然后的话呢，去通过输入 y 的方式继续进行输入。你比如说，我们想要去输入一个治愈人数，那治愈人数的话呢，我们也去输入一个，比如说，假如说是29个人啊。如果你不想再去更新了，那么我输入一个 n 退出当前的这个循环就可以了。好了，然后呢，我们再回到上一级菜单，再来去查看实时的数据。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那北京的这个确诊人数的话，就变成31个啊，治愈的就变成了29个啊，这是我们去进行这个更新的一个环节啊。OK，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根据这个目标城市来去查询这个疫情。那你比如说我们去查询这个什么湖北的，湖北，好，输完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地方去输出了这个湖北的疫情信息。当然，如果说你想继续查询其他的城市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输入啊，输入 y 继续。
哎，比如说我们去查询这个河南的，河南省的回车，啊，再继续，然后再去输入 y， 比如说我们还想去查询江西的，好，我们去输入江西，这个时候的话就能够依次的去把你输入的目标的这个省份所对应的疫情信息啊，直接给我们去输入出来啊。当然，如果说你不想再去查询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输入 n 啊，返回到我们当前的下一级菜单就可以了。然后呢，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去输入一个5啊，退出当前这个系统啊。啊，这是一个整个信息管理系统啊。那么对于零基础的小白，当大家呢去把这个从头到尾去学完以后，那么你的逻辑思维能力，包括你再去解决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啊，理解业务的时候，都会更上一层楼啊。所以这个的话看起来很 low 啊。当然了，控制蓝鹰程序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向有同学说，老师，那我在输入的时候，我就输入一个 A B C， 我不输入这个12345，对吧？那这个出现异常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啊？当然了，控制蓝鹰程序的话，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想要去强化大家的逻辑思维能力啊。那用户输入的这些数据的话，是用户的行为，那这块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当然了，如果我们把这一套逻辑拿到我们的窗体应用程序，或者说我们的外部页面应用程序中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可以去进行处理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去正确理解啊这个小项目案例的我们去设计的这个用意啊。